好，大家好，我是阿天，今天是2005年5月16号晚上5:50了。那今天我的阿塔利亚终于上神话了哈。那这个阿塔利亚，我的印象中我大概换了6个月吧，因为我玩剑与远征其实玩了有1年了。那真正开始换阿塔利亚，应该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因为那时候开始意识到说。还是要有一个神魔的角色会比较好，因为那个竞技场虽然说我比较没有在打竞技场，可是因为要上个3对5对啊，你没有一个阿塔利亚真的很麻烦哦。尤其是譬如说你在对面好、哦、对面的阵型，你看到一个中后面摆一只阿塔利亚，看着就很讨厌。尤其是现在那个很多就是中后摆光光的、啊，你看到中后一只埃隆，中后一只阿塔利亚。中后一只奈拉，你想摆一个那个光弓，你就会觉得很麻烦。当然说不是不行啊，就是看了就讨厌，所以我才后来想说，那我应该还是练一下阿塔利亚。可是，在练的过程之中啊，因为扭曲梦境的关系哦，我又觉得是说，应该还是至少让埃兹上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不然那个我一直都是用指甲来兹啊。如果说有看我影片的话，我用古王反伤的话搭配的埃兹都是指甲，那用古王反伤埃兹去送死没有关系，但是。在扭曲梦境来讲，那个打双魂女妖这个样子的话，她真的是死太快了。因为艾兹她会往前冲哦，艾兹她是虽然是辅助型的角色，但是她是会往前冲的角色。好，那所以说这一次我的那个阿塔利亚是因为头已经洗下去了，所以我才一直去换哦。那可是说艾兹的话，这个金加的艾兹是我最近那个零呃怎么讲呃普通抽抽到的，所以说金色的艾兹。他要上红的话，还欠4只哦，因为金到金加还有2只，然后金加到红2只嘛。那阿塔利亚的话，红加到神话要4只，所以如果说我可以这边可以重来的话，我会先选择让埃兹上红色，然后阿塔利亚就在红加就好，因为我在32张，我用红加的阿塔利亚，其实基本上就可以上场。我说主线推图的时候，因为阿塔利亚开场打断啊，然后再加上说他全套的这个 T1 T2 的装备，其实命中率就 OK，他就可以发挥他的这个打断的这个效果。虽然说他不是主力，但是你搭配后方的这个主力啊，或是控场，那阿塔利亚就可以在推图上面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算是干扰型的这个推图的角色。好。那讲完阿塔利亚跟这个艾兹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说明哦，这个巴哈的这个文章，我之前我有介绍过，这个是我在巴哈第一篇哈、哦、第一次发的文章，叫做第一次玩就氪金分享，然后如果可以重来的话，请大家千万不要练满血。那过了半年哈、哦，不止半年，这是去年9月，过了现在已经是8个月了，那这个心得依旧还是可以用 其实剑远征已经改了那么多次，改了那么多次版，然后角色也有调整，唯一没有调整的就是满血哈，它大家都觉得很公平。当然说最近有一些人在有一些争议啊，譬如说这个萨菲亚哈，它原本那个屏障怎么样都开得起来，也修正了，然后阿塔利亚这个速度上的调整也修正了，然后那个女骑士也修正了，但是唯一一个始终如一的就是满血哦。那为什么大家不会吵呢？因为大家一开始就知道满血很烂，然后满血就一路烂到现在，那也不会有人吵哦。那我当时在巴哈，为什么我会录影片啊？其实也要感谢这一点啊，因为如果说满血不烂的话，没有让我练错的话，其实我基本上不会成为一个。录那个影片的那个人哦，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才会有这个录影片的这个心得。好，所以也是要感谢满血那么烂的。好，那这个去年9月的这个文章啊，我们来看一下我当时的图哦。那这个之前我有介绍过，好，当时我的卡池是这个样子哦，去年9月。我已经是这个时候全队是220级嘛，220级，因为我有说我前期推图都是靠狮子。克莱索斯跟绿三宝，所以我这时候狮子我已经4星了，然后克莱索斯3星，那绿三宝都已经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鲁米苏是1星，然后你看我的头像，我多么支持萨特纳，好，我的头像那个时候是用萨特纳，然后我的萨特纳是神话，然后安丹德拉是红加，所以可以知道说，你看我在前线红加跟神话的角色，几乎前面都那个什么满血占最多的，所以我氪很多金在这个种族抽上面，然后也是努力的往满血地方抽。那鲁米苏的话，我在高阶的时候我有换过，大树我也有换过，末日我也有换过，所以说虽然我玩了快1年的剑远征，
但是真正开始换阿塔利亚、不好意思，但是真正开始换阿塔利亚应该是在半年左右了。因为前面真的有乱换，然后现在我的如影术是五星，可是它就是冰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 NPC 的萨满很强，就是如影术，可是我方的角色，你的那个攻击力不到那个程度，他的那个不论是嘲讽啊，还是那个治疗图腾哦，被后期的 NPC 一摸就爆掉，所以说他的那个算是那个骗人家转向啊挑衅的那个效果，就跟那个推图的 NPC 比起来就是差很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练错的地方，练错最大的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我220级的时候，这个我的罗腕啊，它还在指甲，因为我一开始是真的不知道要练罗腕了、然后女仆也是金甲而已。那当时的这个魅魔是指甲，那阿塔利也是指甲，所以魅魔跟我真的很有缘哦。我没有刻意的抽魅魔，可是魅魔现在我已经上神化。那魅魔我在灵魂石也有抽到，普通抽也有抽到，所以我唯一运气好就是魅魔跟我真的很有缘。好，然后艾兹就指甲，一直到我32章还在指甲，所以艾兹跟我没有什么缘分。我到31、32章，我用的艾兹还是指甲，只是一直到最近哈，有一次实抽的普通抽，然后突然出现了这个艾兹，才让我的这个。才让我的那个艾兹上了金色、可是上了金色他依旧不够弹、他依旧不够弹，所以我觉得艾兹至少要上红色、好，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当时的这张图片。当时这张图片我的双子是金指甲，这个双子好像也是普通抽到，因为我前面我是花很多很多的金钱是在普通抽嘛，所以说我会比别人多一点机会抽到一些神魔的角色，但是也就只有这个魅魔、埃兹、双子跟阿塔利亚，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去年九月的时候，我的光弓是指甲，所以等到我光弓真的练成型的时候，其实我的推图的进度就已经进到30章左右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正因为这个关系啊，我写了一个算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题目，就是。建议远征，你新手的话，你哪些方向绝对不会错？不会错也可以说成是说不会浪费。第一个哦，罗万第一个上专武30不会错，这个基本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好，第二个，新手四个种族必练的角色，耀光、光盾、卢秀斯哈、那个这四个种族必练角色，我是把它搭配这个四种族塔一起来看，因为四个种族塔在对新手来说，它其实会给很多的资源。所谓的四个种族塔就是这一个。王座之塔、光柱之街、烈池之窟、苍翠之柱、千害之墓，因为这四个种族塔，你平均推上去、那个主线任务都会给你一些奖励、不论是紫卡还是专属的红装，然后还有 T1 T2 的这个道具，以及你在推这四个种族塔，它会给好像前期会给10几张、20张蓝肥料，所以非常非常多。因此我在这个新手必练的这个四个种族角色啊。我有把这个推四个种族塔的这个角色要上场的这个考量点考虑进去哦，所以光盾基本上算是必练的。那亡灵女妖雪米拉，她是女妖之远征，前期算是主攻手。那满血因为她那么弱势，所以说一只可以锁血外挂的狮子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满血没有办法控掌，所以她的前排只要一倒。全部敌人的那个攻击就会跑到后面去，那后面的角色几乎都站不住、如果说没有前面有一个锁血无敌的狮子在那边扛的话，你后面更没有办法输出、像女王啊、像是老鹰啊之类的。那以斯克雷格来说，斯克雷格可能还坦一点。那帕帕熊基本上你要把它当成坦的话，其实它的坦度还不行、所以我觉得满血的狮子也是必练的角色。那绿玉的埃隆就是在中期女妖大概推到25章左右之后，你换埃隆啊，然后萨菲亚跟光弓哈，基本上他都是主攻手。那以绿玉推图来绿玉种族来说，埃隆也是重要的这个攻击手，因为他本身有那个无视防御力的那个招式，所以说伤害对于后期的敌人来说还是有非常非常可观的这个伤害力哦。好，第三个新手换蓝肥料不会错。等到推四个种族塔的时候，你每四个种族都有3、4只神话，你再不换蓝肥料也不迟哈。所以说蓝肥料你换蓝肥料也不会错，也不会浪费。所谓的蓝肥料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蓝卡。
稀有亡灵军团英雄随机卡哈，这个东西在推四个种族的那个王座之塔，它也会送。那你活动的时候，基本上前期你还没有办法换红装武的时候，你全部都去换这个蓝肥料，基本上都不会错。那以新手来说，大部分都是先换那个耀光的蓝肥料，因为耀光三宝推图来说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卡关的状况。好，然后第四个，永远换红装武箱，升腾秘符不会错。那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当你在考虑说活动要换什么东西啊，然后真的是在想说换了会不会浪费啊，角色会不会被改啊，在那边犹豫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你就选择换这个升腾秘符选择箱、红装武箱，因为这个东西大概是你玩到弃坑之前，你都还在换的东西哦。就连像我现在，我也是还在换这个红装武箱，因为想要练的角色太多，想要上30的角色也很多。那21到30需要300个这个红装武，所以他吃红装武真的吃的非常多。那我的小号玩到现在也玩了4个多月哦，然后现在这个演武试炼的活动才好不容易可以打完换200个箱子，但是那也顶多只能让罗万上30而已，其他还有那么多的角色想要上30，所以我会觉得罗万上30之后，后面的可以考虑说先上25，因为21到25是100个，那21到30是300个，所以说你给一只角色上30，你可以给3只角色上25，你可以考虑给一些有加级数的角色上25，譬如说光盾啊，譬如说福克斯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主力，譬如说蝴蝶之类的，但是优先度都是先以这些算是必上30的角色，譬如说埃隆啊。萨菲啊，然后光公啊，因为光公上30的话，女仆跟他的话战力会比较好搭配哦。那女仆跟他的话，这个攻击力再继续提升10%，对于说算是前期跨等推图来说会有更好的效果。好，然后再来哦，第五个女妖之后的攻手练埃隆、萨菲亚、光公绝对不会错，那尤其是光公哦。那萨菲亚的话也是满血必练的角色，所以说一直放在你的心愿清单也不会错。那当然埃隆也是。好，第六个，如果说只能选一只神魔练的话，好，练凤凰不会错。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氪金的话，然后氪一只神魔的角色，那你想说你要练哪一只的话，那你选择凤凰的话是绝对不会错，因为那个凤凰它能补、能打、能坦。然后最近我推图啊，就是每4关就要去用一次这个佣兵哦。基本上我选择借的佣兵都是凤凰，因为那个凤凰在跟那个古王反伤也很好打。那他本身死掉又会复活，所以说他也可以帮忙吸炮火。那他的这个补血的这个补血量哦，比罗旺跟小羊还要来得更直接，就是更快速。好，那再来第七个，31张上古王上30不会错。古王反伤其实前面就是有介绍到古王就是算是必练的角色。那31张开始要推两张图的话，我觉得在资源不足的角色，一关你给古王反伤去打，你可以省这个省那个神器啊、装备啊、角色啊，所以我觉得古王反伤这个打法，在31章之后，有一些网友跟我分享，应该越来越多人，就是其中一关他都会选择上古王，而且古王反伤其实，跟一般配置比起来，他推图要刷的次数其实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刷，然后搭配上的角色也都不需要练太强哦。譬如说，我很喜欢搭配洛桑，那洛桑也是上来丢一个封印就可以死掉。那莱卡的话也不需要，莱卡的话也不需要那个太高阶哦。好，那再来哦，第八就是高阶换阿塔利亚跟埃兹都不会错，但是建议埃兹上红再改换阿塔。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会觉得是说，埃兹我先上红，然后扭曲梦境他先可以稳定上场之后，阿塔利亚，都是红色，然后阿塔利亚我先让他上红加，因为阿塔利亚我觉得，他可以先不用上神话，推图你没有阿塔利亚也不会卡关。那前期的话，他会比较偏竞技场上面。那我觉得红加的阿塔利亚在后期推图，我就觉得已经可以用了，所以我觉得阿塔利亚来讲，他跟埃兹上的分配上。我可能会比较偏平均一点发展，因为埃兹在那个推那个扭曲梦境来说，他获得那个星辰真的是太重要。像我这个指甲的埃兹啊，一直死啊，这个伤害就一直打不高，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红色的埃兹还是会比较好一点。好，那第九个就是迷宫商店换小羊，
女骑雪米拉跟古王这些都不会错。那孙悟空跟亚瑟的话，我觉得亚瑟会优先于孙悟空，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角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些所谓的不会错，就是不会像我的这个画面，你换鲁米苏一定错哈。当然这未来会不会改版不知道，可是如果说以不会错的状况来讲，我如果推荐大家高阶去换那个鲁米苏的话，大概会被骂死。好，不好意思，那个可能讲话中断一下，因为刚刚那个工作的事一直 call， 所以说讲话的时候是可能有点断断续续的。好，那总之来说，就是我刚刚应该是提到，就是说如果说我高阶跟大家推荐鲁米苏啊，推荐换大树啊，推荐换末日啊，好，这三个我都换过，那一定会把大家屌到一个爆炸。所以我这个不会错，就是说你换了，那就算你现在用不到，未来也用得到。比如说31章、哦、要推两关之后，32章要推三关，又或者是竞技场，这些角色都可以用到。所以我推荐的就是我所谓的这个不会错，就是这个原因。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写这个东西呢？因为我就是换了绝对错的东西、哦、我就是换了绝对会错的角色。以现在这个版本，当然我很期待它改。譬如说，鲁米苏换了绝对错、哦、然后你高阶去换大树绝对错，你高阶去换末日绝对错。那你220级你不练罗万绝对错，所以，然后你如果是满血的话，你去那个满血，你把那个萨特纳跟安南德拉列到心愿清单绝对错，因为现在有那个狼人跟老鹰，所以说可以看到我这个220级啊，这个满血这样，这就让我想到这个最近啊，就是官方做的这些调整，然后不小心，应该是不小心啦，把阿塔利亚这个动作啊这个调，然后最近也改回来了。那这个萨菲亚的这个屏障也改回来，所以我之前说是不是屏障都开得起来，就是这是一个 bug， 所以果然是 bug， 不然那个阿塔利亚可以开场打断这个特色就没有了。好，然后再来女骑士，好、哦，女骑士也调整了，不知道是有没有改回来了，反正就是也调整了。那始终如一哦，这个文章是2019的9月嘛，始终如一没有动的就是满血哈、哦，一样的烂。那为什么大家都不会有意见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很烂，所以说基本上也不会大家 argue 哦。那到底满血的问题有多严重呢？我觉得我已经提过很多次哦。所以我当时我是想说，你看我的头像、啊、还是萨特啊？这我不知道刚刚我有没有提过，就是因为说那个时候有一次改版的时候推出了两个角色，就是萨特纳跟安丹德拉。当时那个改版是一次推出两只满血的角色，所以我想说，哇，太好了，终于轮到我了，终于轮到我大满血的时代了。那我就拼命的抽，然后抽到狮子都已经四星了，然后克莱索斯都三星了。其实可以看哦，220级我的进度是这个样子，哈，这是220级。220级，我已经有一只四星的狮子，三星的克莱索斯，然后我有几只白色、啊，1、2、3、4、5、6、7、8、9、10，我有10只白色的，然后是220级。来看一下这个先锋服，我的小号，先锋服我的小号是240级，然后只有三个，哦，只有四个角色。可是我的进度已经到了，我的进度已经到了23章了，所以当时的话我这个进度是多少？我看一下，当时我的进度可能，哇，这边看真当时这边没有写这个关卡，反正254级耶，这边有254级，所以看一下。我用狮子克莱索斯跟绿三宝这样子推，这个255级、254级是第几关啊？来看一下哦，哇，还不到23关呢，因为23关敌人是267级嘛，有没有？这边可以看到敌人的等级嘛，所以267级，然后来看一下我这篇文章，狮子克莱索斯，然后小羊绿三宝，然后这边还推得很辛苦哦，所以这边是255级，大概还差了一个章节哦。所以可以知道说练对角色跟练错角色这个推图的进度有差多少，尤其是我花那么多资源把狮子提升到三星，克莱索斯三星，然后鲁米苏啊，就发现说，欸，奇怪，怎么鲁米苏都很难把它放上场，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好，所以就是希望说大家不要练错路，然后剑远真是一款需要长期抗战的游戏，因为它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慢慢的玩，但是事实上它有趣的地方也是在说，如果说你氪金也不见得强哦。如果说你真的是乱练角色，像我一样，哦，那我觉得说，如果说你要享受一些比较快可以感受到成就感的话，我真的觉得命运之子不错，哦，因为我命运之子才花了，目前才玩了大概3个月了，不小心提到其他游戏了，
我才花了这个3个月的时间，然后才氪了1000多块，大概是，监狱远征的大概200倍的氪金量的差异哦，200倍哦，差不多可能有200倍哦。但是我的角色已经有这么多丰富，然后体验感也非常非常好，所以说，监狱远征当然游戏性不同啦，那只是说监狱远征它是一款你需要做功课，然后去思考说之后要怎么培养的这个游戏哦。然后它也是一款就是说，它不是说你一直挂网，然后等级升上去图就可以推过了。因为你等级升上去之后，你的角色不对的话，基本上你还是会卡到天荒地老。所以说剑影远征它的策略性是不错，可是就是说你在后面啊推出这些新角色，你对于无小氪的人的体验感来说，他可能怎么样，他都是必须要去限制在说，只能够练这些角色。因为你如果说走错路的话，你就会走很大一圈哈，花可能要用月来去计算那个时间量。那以目前来说，还有一些角色，像我刚刚提到的卢米苏啊、大树啊、安丹德拉跟萨特纳，你如果说练错这些角色的话，像我这边的文章是说不会错嘛，就是练的不会浪费。那可是反过来说，那些角色就是练了，以目前来说绝对会浪费的角色。那希望说之后会改那一块，那什么时候会改也不知道。那因为我从去年9月po文，然后到现在也已经过了8个月，那些角色都一样，还是一样，算是很，不要说是非常烂了，我们就说冷门的角色了，还是在冷门的角色嘛。好，那这个简单介绍这个不会错的角色，然后以及这个今天终于阿塔利亚上神话，那就分享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影片。我是阿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